白灵3天没怎么出门了，除了昨天出来买点吃的。你看墙上对话，也只有这个时间是可寻的线索。如果没如果好，没你后好，天你再来。后天再来。最近有点肚子疼。这个药啊，你吃2天，如果2天以后没好，你再过来。我最近有点失眠。这个药啊，你吃2天，如果没好啊，后天再过来。我最近有点耳鸣，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。这个药啊，你吃3天，如果不好的话，3天后再来。都给出了明确的到药店见面时间。小凤姐，凤姐，放开我！别动！李文龙就在楼下，我知道专案组已经尽力了，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抓不了他，也拍不了他的嘴，你让我自己上去问问他，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？冷静点！放开我！冷静点！放开我！张北。冷静了吗？冷静没有？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我只是想找到我爸的尸骨。